烦死了，看看今天干嘛，要做好多工作，昨天还有吃剩的苹果。什么玩意？喂，谁呀？是我啦，今天不是一起去咖啡馆吗？我差点忘了，我马上就来。快点哦。这个婆娘居然周末还不让我休息。算了，我赶紧去换衣服。这套贼好看，肯定能比过那个婆娘。看看冰箱有啥，还有昨天的剩饭，随便做点。做好了，我要开动了。好吃，吃完赶紧去他家。终于到他家了，门没锁。死哪去了？原来在这。你迟到了。哎呀，起得慢。赶紧去咖啡馆吧。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，拜拜。